在买搞笑影片，录搞笑影片的雪奶奶，耶耶耶耶。你要几次？一百次。可以上次还是跟我同事来的吗？这个灰啊，带我们来的，还有那个。是我吧？你记得上次三个都有来啊？今天有。因为他就上次他来那一次了。今天都是姐姐热情邀约我才来。啊，阿成不是说要来，不然怎么来？阿成不是都走路了？不要走。那你怎么今天会想？等下还要去吃。剪掉。没有煮过冬笋的羊肉。该怎么会有紫色起烧的羊肉？肯定切好了。你要紫色起烧。不需要。其实明明你看那边那么多洋葱都没有，很好吃惯了。切起来太麻烦。不给反反反。但是你们不是不喜欢洋葱？是妈妈。妈妈，刚刚是谁点的？哎，我看是妈妈，就喝那么多呀，我都会吃白色的。番茄，这个就给妈妈。全都会，这个也会。还有，还有黄瓜。你也会吃。这个嘞，地瓜。这是什么？地瓜。地瓜。